感恩节，感恩父母，感恩父母给了我生命，把我带到这个世界，给我避风，给我挡雨，呵护我健康成长，吃了不知道多少苦，费了不知道多少心。父亲和母亲，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，不管你是平民还是高官，都应该善待父母。记住了，百善之首孝为先，养育之恩大过天。啥叫父母？甘做你一生的靠山，是给了我们生命，哺育我们长大的人，是无条件爱我们，世上最为无私的人，是一对夫妻，是孩子的家长，是老人的依靠，是一个闹钟，是一个厨师，是一个保姆，是一个杂工。没有病假，没有年假，但必须随时听命，理应收到赞美和祝福。也没有爸妈的恩情大，也走不出父母的牵挂。爸妈在，家在，心踏实；父母无，家无，何处依？只要爸妈快乐，只要父母幸福，就是儿女最大的心愿。